谭耀文呢日出席电影开镜仪式，今次嘅角色系一个体育老师。对于本身就有20年跑步习惯嘅谭耀文嚟讲，仲使唔使加操呢？操紧噶，而家屋企就嚟要跑，整部跑步机喺屋企跑。我多数会跑街嘅，讲真咁。跑街，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拍戏啊，咁我都会抽时间喺酒店附近跑出去，跑多几日翻嚟啊，系咯，中间可能偷偷地食个饺子啊，食碗面再翻嚟都得嘅。即系我觉得系除咗跑步，系收心咯，收心咯。咁当然修身好紧要，系啊，同埋个肚腩真系会细啲嘅，系啊，即系一跑咧个。好明顯，你做其他運動咧都要做啦，上身啲肌肉啊、三頭肌啊、掌上壓都要做啦 ，sit up 啊。咁但係一跑完20分鐘咧，起碼啦最少啦。咁你翻到一照鏡就好開心，條腰真係縮咗入去咁樣。咁同埋佢係呢個角色又好浪漫嘅，因為關乎到一啲絕症啊，關乎到一啲人生最難過嘅時刻。咁所以跑步就係。一種精神支柱。